万里黄沙，千里天涯。烟云血战之后，青龙会群龙无首，四大龙首相继出走，创立死盟。万里沙现任盟主李雨堂与光影之间裁决正义，我会做我应做之事。 帝王州现任盟主叶知秋野心勃勃，逆天而行。若真孤星照命，叶某唯有以剑破之。水龙吟现任盟主唐清风，潇洒纵逸，率性而为。有朋友的地方就是江湖。韩江城现任盟主曲无意。 冷若冰霜，治绝天下。有些路，哪怕孤身一人，我也会走下去。四大盟会各据一方，风云际会之间，铸就一段段江湖传说。 深渊，方能运筹帷幄，料敌先机。
虽然江湖多凶险，但是很公平。 新制了一曲，却无人为我填词。 人的地方就有恩怨，所以我选择一个人走。
快才能交差。走过的地方就是江湖。
崖远不远？此去青勇房的路上有人劫道，多加小心。真是归心似箭啊。启程吧。真是归心似箭啊。
客官要去哪儿？精神点，不好镖。大侠留步，大侠这边。
心不由己比身不由己更痛苦。如今东岳村内有倭寇打劫，你一定要小心。不妨事，区区倭寇不值一提，我且先往德化楼一观究竟。
真是太厉害了！少侠，穆姑娘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听见村内厮杀声，怕您遇到麻烦，就赶过来了。多谢穆姑娘挂念，一小撮东瀛流寇，正好让我练手。少侠太谦虚了，之前在杭州承少侠救命之恩，此番又亲眼见到少侠义举，实在让穆亲佩服。不知能否与少侠交个朋友？穆姑娘见外了，你我从杭州就已经是朋友。那以后你就叫我晴儿吧，我的好朋友都是这么叫我的。好，晴儿姑娘，这次我来东岳是有要事找韩江城钟不忘前辈，不知你有没有什么线索？啊，真是太巧了，你要找的人是我师叔。钟不忘是你师叔？哈哈，果然太巧了，你可知道他的去向？师叔在村外荷塘跟曲姐姐一起商量事情，你要去找他，可问村长荷塘所在。你为何不跟我一起过去？师叔交代我去办些事，跟青龙会有关。你先行一步，我办完事就过去。那好吧，我去问村长荷塘在哪。本村上个月添了三口人呢。